唔免三百，免几亿我晒啦，佢俾就唔要啦，唔知啊，我冷气我依家，阿志叫我开两百，两百咧，两百咧，咁你可以两百，你所唔加，人哋只滴滴拢计出嚟，你都唔加计出嚟，两百三一只，小钱，三百三，你计数啊，多咗啲先话我。 多少钱？阿姐，看人要吃土豆鱼。阿姐，有人想吃土豆鱼吗？我画一间尔，你钱也给袂出，我绝对有你抢袂着。 我土豆啦，唔免食一千，唔免食八百，五百你要留俾我，即摆甲即摆来，我嘛可以俾你。想要食土豆鱼，一箍只了，一箍只听好无？三百块，三百块，唔免一千，唔免八百，五百，免三百，上面只，一箍只了，三百块。即间够人咩啊？即间够人咩啊？土豆三百，无人敢听钱。三百上面只土豆鱼。三百了。 三八上面就土豆鱼，三八，无啦，几多啊？三八条出来，那只土豆鱼三八条出来，几多？我计数啊，几多？条出来，麦基啊，条出来，麦基，不要紧张，来，三八个三来条出来，几多？我给你送的三八几多啊？三八了，我几多？我几多？几多？ 知道，三八知道。几页？几页？三个系列啊。恁有买着拖出来几页哦？你有什么？我买什么？啊，我不要处理啊。恁即摆有滴买一个嘛？啊，个买上，B嘛？啊，个坐上，立嘛？ 利，你嘛，我讲你冇有啊，即两块包都系五十，可能五十块，我哩送你五十块，我咪有少少时间，不过你一留唔上，五十块平嘅真系值钱，冇错冇。可以，好啊，冇会啊，冇会啊，冇会啊，依家边有平啊？依家边有平啊？得咯，依家你留唔留得咯？我讲你等下，你整住先啦，都冇讲，够难冇讲啊？ 我无在台前直接挂嘛，我来讲哦，有兴趣的手也来，无兴趣的卖也手，兴趣手也来，无买无要紧，按过你来叮当，好啦，怎么了？个人要食天使龙虾，有兴趣想要食手也来，无买无要紧，想要食你家手，下底几个毛毛毛的，我你看，规下底拢全部包嘛，都无下底拢满，规个两边拢满，这只也两公斤。 这大只，这当你也不用追杀，你免买啊，做这你的钱啊，浪费我的钱啊。想要吃你无，想要吃你手也吃，想要吃手也吃。卖讲我乌白讲啊，我来讲，恁即世人你毋捌去过台中，我手也吃；恁在座毋捌去过台中，我手也吃。拢办啊！ 我来讲，你台东你凊彩找一个平价的好啊，伊只要内底有你卖只物件，天使龙虾，你甲点一份，看我头家有伫只讲白贼无，吼，一份拢爱三四百，我拢四五只，伊卡就甲你备好，吼，只要两公斤上的，只要甲餐厅平价的好啊，只要价格一定爱超过三千，卖去讲甲去足广口面，卖去讲面，吼，来，只要总价平个领导，千万你唔好用水杀，要用水杀你去菜市买一斤鱼啊、白鱼啊、五白，你千万唔好买这哦。 贵啊，总价平个领导，你大大只一千块，一千块收钱去卖一千块，一千块了啊，一千块了，一千块了，一千块了，一千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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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一个。五百楼，搁一个人去跳出来五百楼。搁一个人去跳出来，这袂当袂一半，一定搁一个跳出来五百楼，五百块。
啊？啊？啊？上面忙，忙什么代志？啥？半下吗？嗯，没忙。要不要？不，半下无要，你用个七十五包去吧。好，安尼好，剩了我查当个，半下干什么当？来哦。啊，迄个人敢来客啊？啊，大牌事嘛，我唔知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唔知啊，不好意思，我伫头前去帮忙，不了解，我歹势啊。哪个人我鱼啊？哈，鱼啊，来接主持人。好，今天马上早早休息啊，哈，拢无时间啊。来，今天珍珠酒吧美丽华姐，一四六杯，一四六杯，一瓶四杯十五块咯，十五块，杯罩十五块，四杯十五块，我看到了，哎。这个后尾啊，这个今天订足济个，我今日来顾你嘛，啊，我今日来顾你嘛，我若讲你买着，你就一定买着，好不好？啊，我提供。这个不是人无贵，足简单个哦，买后尾是哦，是个无贵，不过当很甜哦。我看伊买物件，我就知影，真正来烧钱的朋友。来，你莫来我后边。小姐，对对对，我是队长，都保安部，我是队长。你也是啊。金龙三，五个人客一瓶，两个人客几条？对嘞，三十块，三十块，你无听唔对，三十块，三十块，无啊，一瓶两个尔，两个，没有了。无啊，三十块，你今日睇下保险，谢谢啊，李总。四块我平日都系用这四块。三两五块，三两五块，三两五块。无啊，无啊。无啊，你别讲计啊，物件无计着呀。我给你包邮，歹势啦，物件无计，所以来退钱啊，不好意思，因为我们的过失啊，歹势啊，歹势，歹势，歹势，慢慢来，没有钱，没有钱啊，歹势啊，哦，对啊，歹势，包给你包这没有关系，人还钱拢正常嘛，吼，来上班来咯，上班。一瓶一个啊，你抢会着你就抢去啦，啊。你抢袂到啦，你放心啦，吼、哦，系啊，十九粒的一块，你也抢有互伊，一瓶一个尔，十九粒的一块，你看你外嘛，你拢外抢。无啊，大钱啊，无啊，人请客啊，你袂走啊咧，袂走，吓哦，迄个送我好个，迄个送我好个，嘿，无送我好个，大家变我无得做人过，歹势吼，啊，嘿，十九粒的一块哦，无啊。我挂起了，我紧，你不要来录，金龙三十五，六十八。十，五啊，加一元啊！那个女生是第一最快的，十九个马上拿出来。他可能刚好算二十个，然后拿一个出来，太强。嘿，天使龙虾是搞分的，未看我讲话。天使龙虾先过来，飞机收啊！天使龙虾开钱了，五百。这边，分了。先走，来，我一个转过，转过老弟，这只是作弊的，这只菜只一齐睇嘅，上加不超过二一号。我想无想啊，又了解这大只，那有啥物代志？唔免收啊，我只唔止只尔。上先给几千元，后边买数爱增加，五十七块，七粒的一块，五十七块，这只足贵啊，这只真正足贵啊，五十七块。无袂动，爱轮者，爱轮者，大家轮者，袂动啊，大家轮者。无啊，没有了。没有了，啊！你来做这臭臭皮包嘞？你放在桌上臭臭皮包嘞？啊，吃起来啊，这家吃起来啊，不好意思啊，没有了了，拍谁了啊？人家先拿钱的先，不好意思哦，美女，拍谁啊？先拿先赢。今天是烟啊，啊，一条尾了，一条尾三百了，对不？这张我的三百了，五块了。啊！这四个人抢到啦，又后尾，你后尾一只买嘛会动啊？啊！不过我老卖掉啊，我还搁了愈济哦，你。
一瓶四个人，你有买你马上参加抢哦，一瓶两个人客。啊，一杯给伊啦，一杯给伊啦，一杯我即摆喝的，一杯给伊啊，一杯也头前啊，一杯往伊客定啊，自己啊客定啊，七粒一块了，七块，七粒一块，等下等，啊无啊，一杯尔啦。无啊，你听我咧，无啊，头壳拢咧鬼个，你用，啊你手头莫拄个，你整到你个地啊咧嘛，人个钱袂记起啊你，无啦。他那边硬来了。你们妈的，钱在哪底啊？这上面写的是松脸的啊，那是什么东西？冷冻柜。哦，可以给他分分。OK。今天的叫卖结束了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记得帮我订阅脚步步，给我推推，还有记得戴口罩。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咯。你们想要看擅长画面吗？水仙鲍鱼就胖了。等一下，我觉得水仙鲍鱼就胖了。还有肥婆来了。我今日买毛了，你敢快点摸？唔免啦，这果冻一包10块上嘞。分了。我这有拿钱的，他妈10块钱的。我没有给钱。哦、今天的好像18集、19集，有一集是4分钟的集传，那个三星手机怪怪的，它记忆体明明就还够啊，不知道为什么录影期限到了的那个录影时速还是什么，反正怪怪的，我再研究一下。所以这最后一集是用 X2 拍的。OK， 感谢大家的收看。